所以说那个果核一定是小，你看，同一粒榴莲，一粒大，一粒小，大同小异，老板。小安，想要了解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情，最好的地方去哪里呢？巴萨，就是去早市啊，在马来西亚叫做巴萨了，好吧？然后在这边沙巴州叫做达木。哦，一进门就看到榴莲了。啊，我先去逛一圈先，等下我才来收拾你啊，都是有卖这种。 看啊，这个叫做巴基菜，这个一板19块啊，马币。你好吧，哥，肉一干啊。这个也是那种腌制鱼的其中一种啦。哦，这个西瓜很可爱，这个叫什么？你知道，一个人的西瓜。所以说，当然啦，好山好水啊，是种出来的，这么大力啊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哦，大力啊！ 来到沙巴州一定要试的这个，大大，这个很熟啊，应该很甜哦。你有没得吃的？得到。好吧你。有点干蹦啊。高明。蛮香的，而且底部有五角星啊。哇。1.5公斤。啊，3斤。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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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， 谢谢。Thank you。红色的火龙果跟黄色的。 米，你只是看过白色跟黑色啊，糙米啊，你看这边还有很多颜色，红色、白色、黑色。这个不是榴莲啊，这个是它这个是一个菜来的啊，不可以没有拿去炸啦。这个是我小时候很喜欢买的，很喜欢玩的。这个叫做打架鱼啊，哎，我又看到榴莲了。哦，海产也比较丰富，看到早餐这么丰盛啊。 味道比较简单，可是这边有名的是它这个客家酿造水，这个是不错。这个前几天在叔叔家有吃啊，这个叫做达拉吧。哎呀，我也是很难哎。是，我们买到秃头了，看到里面没有什么果了。哦，哦 no， 这么没有什么肉啊？那天我开了，满满的，肉的哦，营养不良这个，我不会选。哦，开好了，它就是这样长这个样子的。 奇怪的是，为什么这边没有果的呢？很清甜，很好吃的味道，口感吃起来很像山竹啊！这个啊，有开到，开到哦，生番薯，没，哦，来一共拆出了4包加1个榴莲糖啊，这个有点硬啊，不是很好，我还是不是太满意哦，不用紧了，试一下，试一下。 这一部分软的部分是好吃，其他地方就不好吃。OK， 食饱咗就好上路了，好吧？我们要这样包装，不然全部吃到完了。OK， 来，我们现在是在等等，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叫做 Gundasang，3个小时。对。OK， 哇，这个什么路哎？哇，这个是……哦、我们还没有去 Gundasang 之前，我们停一下，然后。 看一下这里的市集，哎，那里5块钱的是什么？不要吧。Money。你看它的纤维很多啊。哇！哈哈哈哈哈。我上，准备 OK 了。你那个。你那个。毛蛋。 line， 包什么 line？榴莲干蹦，1.5公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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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1.
啊、要讲究味道好不好？是，很正常。这里我们买5块钱，啊，看到吗？那个就是神山了、啊。我路过看到这个，有这种旧的巴士，是很可爱啊，过来看看一下。巴士下面有一粒冷气。哇，天气热，喝这样子很解暑。我看今天的风景还好，看不到神山。吃饱了，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啊？
去牛场，是喝牛奶吃雪糕，走。可以，我们到了，不要眨眼啊。哇，雨过天晴啊，看到哇，是。这个是东南亚最高的山，4095米。我每次过来，我就是喜欢吃他们这边的这个啊牛奶的雪糕。为了要吃到两个 mix 的口味，我这样子啦，把它掺在一起。哎，好不好吃？它生长在这边应该很幸福啊。无忧无虑，很幸福嘛。我们来到另外一个打卡的景点，哦，终于有的爬一点点的山了。上到去，我看到网上那边写啊，1400多米，所以很漂亮，漂亮，漂亮。哦，哇，好漂亮，美吗？这里天气很好啊。刚才真的没有注意啊，可以看一下回放，我的眼睛这样子就飞掉了，哎，根本不见去了，没有办法，找不到，它飞太高啊，梦见了。而且呢，我们就在这边